昨日平安夜，林志颖开心晒出一组圣诞照为大家送祝福。照片中，林志颖背朝大海，穿着清凉，体验了一把在夏天过圣诞。林志颖走进麋鹿中间，脸上展出开心笑容，好心情尽显。今日凌晨，有网友晒出与林志颖合照，称在泰国偶遇到了他。林志颖此次普吉岛之行并非工作需要，而是与家人一起度假。网友表示，不仅林志颖三个儿子在，其爱人陈若仪也在，一家五口整整齐齐出国过圣诞，这对于林志颖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。网友曝光的照片中，林志颖双胞胎儿子 Jason 和 Kyson 身穿同款衣服出镜，好久不见兄弟俩现今愈发展开。除了兄弟俩，林志颖大儿子 Kimi 在这段视频中也有短暂露面。长大后的 Kimi 很少再露面，从林志颖夫妇偶尔分享的照片来看，14岁进入青春期的 Kimi 在身形上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但如今时隔数月再露面的 Kimi